新的日系家电品牌在台湾推出了全系列的产品线，带入了日式极简的风格，要透过更灵活、有效率、窄型外观的设计，为消费者来节省更多的时间空间。两大世界知名的家电公司宣布携手设计合资公司，在台湾推出了全系列的产品线，像是洗衣机可以透过 AI 智能来感测，自动调整洗涤的方式，另外吸尘器也可以侦测到地板的材质，自动调整吸力转速。首先呢